二分肾，恶业可往生，可以做佛，这样两种殊胜。这是重要啊，如果这世间就是造业有恶报痛苦嘛，那极乐世界完全没有，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受罪，这是两个愿。第三愿叫其啊身其精舍，应该是其身精舍，我没记对啊。真精真精色 OK 了，真真精色，真是啊，真真精色，色我得佛，国中天人不惜真精色者，不起正觉。这我们说昨天也稍微提了一下，为什么要用真精呢？身体呢，我们看善导大师怎么讲啊，诸佛一贤常住不变之相，是故现黄金色。金黄金都是真金的，就黄金的多啊，现常住不变的相，金是常住，不过真金不怕火，无论在哪个地方金的体都不变的缘故，为贤说明这一点。另呢，为贤真如实相为体性，真如实相就是不变的，就像黄金不变，比世间的这种相来比喻而已。生活不二呢，真实平等的意思。金无论做什么，金的体都是不变的，所以这样比喻，神州那里去的身体是如是。第四，形色相同。有人说形式都相同认不出来怎么办呢？那不要去这么当心，是吧？色我得佛，国中天人形色不同，有好丑者不起正见，就是说没有长得不好看的，有那么几等长记的。如果说长得1.5米啊1.4米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一个男人长得1.4米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吗？有啊，1.3米的都有了，1.2米都有了。哎，我们哪一年受戒不是有一个人介绍一个1.2米的人过来受戒的呢？介绍一个1.2米过来受戒，后来我怎么去劝他，我说不要来，实在是不好，是吧？百遮当中里面也不可以啊，不能16轻遮以外还叫百遮当中，你身体太矮了。我说你这样伤害，我说你这样跟那个师傅讲，我说你来伤害了他。大家都看着他好玩呢、啊，他排班肯定站前面第一排，站无论哪一排，他都站在前面第一个。我说对面站着西单、东单人看他笑，站着西单、东单人看他笑，是吧？站着东单、西单这样的朝他笑。我说伤害了他，然后他想想也有道理。我说你叫他当沙弥，在庙里好好念佛修行就好。啊，1.2米呢，他已经30多岁了嘞。才1.2米怎么办呢？还会长高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都吃什么药啊，可以长高一点呢、啊？那是不可能，是吧？那业报是如此，你吃啥也没用，吃点竹笋看看能长上去，竹笋长得快，啊、嗯，所以说有好草，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就有好有草，有这些困难。那第四页我们讲义说，容貌形色皆悉端正，怎么呢？洁净等同一类，似乎跟等同一类一样，没有好草，差异高下是非。差异差别啊、差别就是说你的个子很大，胖得很胖。我那天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见有一个人的体重多重，你知道吗？550多斤，556斤呢、啊。他现在整个生活都没办法，下床下不了床，站了站不起来，那简直是一堆什么肉团呢、啊？他现在照出来那个腿呀、啊，那腿太粗，他没办法站。
一千多斤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什么呀，那已经是犀牛了，那是是不是？哎呀，那是很困难了。他现在是个外国人，是外国人，现在就是说到世界找名医，能不能动手术把他一些什么指纹什么取出来呀，那痛苦得很啊。他一说他是个一般说受的判了一定程度的心脏会受挤压的，因为受不了啊，这样困难。所以女人长得那么胖啊，有人瘦的就像麻杆一样子，那也不行，风吹就要倒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太瘦了也不行，那太胖了也痛苦啊。就我们这个世间就有这样高下的区别，有是有非。好，第五，下面呢是神通，不是第五，第四，第四完了哈，第五个，第五个愿是宿命通，有就是下面连下来是五通，加上后面两个呢是肉尽通。设我得我国中天人，不是宿命。不是宿命，说不能够认识宿命。下至之百千亿，那又他诸劫世者不及正觉。过去久远，久远到什么程度？百千亿，那又他，那又他就是亿的意思，百千亿亿诸劫的事情，他都能知道。我们看的讲义，所谓神通，我们先讲的是解释通啊。什么叫神通呢？所谓不测为神，神机妙算的神，神就一般人没办法揣测，就是神。所以天主教、基督教啊，他说他们的教主是神，你们佛是人。他说你们佛是人呐、啊，佛是人之边呢，佛是人之边呢、啊。但是后面的那个呢？不是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佛是人做，但是后面一个福字，不是人，就超于人了。那他们理解说，你们佛呢是人，人怎么可以度人呢？度世间的人是不可能啊。我们上帝是神，神才能够度人。他是这样理解，为什么呢？神是变化莫测，他说我们上帝能够变化莫测，你们佛哪里能变化莫测？完全不了解，就做如是说。所作无庸，自在无碍，谓之通。神是变化莫测，你没办法去揣测他所做的。所以说我们世间也有神，有神道啊，神他就有变化莫测，一般人没办法了解的。他能够呢所作无碍自在。往生者，此往生者非同一般凡小之宿命为标记，他呢远。原来呢，这么久远的事情他都知道。宿就是宿世，过去世的意思，过去世都能知道。命就是生命，过去世久远劫的生命都知道。就佛有神通啊，他一看这个弟子他过去的宿命因缘是什么，他都能了解。他能念南无佛，八十一劫之前的事情他都能了了知道啊，宿命通。每个人过去世的种种因缘都知道。那由他，解释那由他是言义的意思。义也，我们现在所讲的义是万万为义，千万上去才义嘛。那一般是后面三种，十万、百万、千万，当时印度有这么三种的不同。万比较少，万比较少，万以万为义的比较少，一般十万、百万、千万为一义，就是计量单位呢。不同，因为印度但是很多部落的小国啊，所以说他所讲的也不一样。这是宿命通。第六是天眼普见愿，天眼普见就第六愿。设我得我国中天人，不得天眼，下至见。如果不能得到天眼，见百千那又他诸佛国土不及正，百千万亿那又他，就是百千亿亿的诸佛国土的事情他都能够看见。我们凡夫众生一张纸就挡住就看不见了，我们外面门外的什么事情就不知道，没有神通，没有天眼啊。有天眼
能够了知这一切。我们看讲一个天眼通，又名天眼智通、生死智通。天去之眼能见粗细眼镜一切色及众生未来生死之相，所谓的天眼，他记住这样的眼能够见大的小的一切事情都能够看见，以及未来生死的事他都了了分明看见。有天眼，然后呢还有天耳，能够听到音声，天耳普闻愿。第七，色我得我，国中天人不得天眼，下至闻百千那由他诸佛所说，就是说这么多诸佛国土所说说法他都能够听见，不但听见呢都能够受持，同时能够受持，就是一多相及，复系受持者即正觉，能够听到。讲义者又名天眼智通，能通六道众生之语言。六道众生的语言，就蚂蚁说什么你都能听到，厉害不厉害？蚂蚁叫平时怎么叫你们听见没有？蚊子叫我们听到，苍蝇叫也能听到，然后呢山上那个蝉啊什么叫，过一段时间那个蝉就会叫了，它在树上那个。蚂蚁怎么叫？我山上的声音小的跟蚂蚁呀、啊。蚂蚁你们听过没有？但蚂蚁他们也有语言啊，怎么没有语言呢？他找了一个东西好吃的碰到了，他们找到碰到他，然后他就记住了这个地方，然后回去跟他们家人讲说我在外面发现一个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呢家人一下子就跟着他来找到那个地方。如果他没有语言，那怎么通？怎么讲？对吧？像我们家小孩子常常会这样子，打一个苍蝇或者打一个什么东西，打完放在那里，然后找他，让他去找，找人，他找来把他移位置。我想想，他家人会不会骂他说你骗我，什么都吃了呢？是吧？小孩会恶作剧，常常会这样子。所以说他们有语言，每一类动物他们都语言。啊，昨天我们在那放生池，那鱼不转圈吗？中间一个龟乌龟浮在那儿，然后那些鱼在那转，转我在那绕绕，不是绕佛，它绕龟，是不是？那红鲤鱼它没事就转那个龟转圈子。我们都通常的鱼贯嘛，鱼贯它前面一个带头，它都会这样子转的转，就是说很有秩序的那么转悠着。所以说他们也有语言，你跟我转，然后他就跟他转，这样子。在曾经在几个月前吧，有个报道啊，这样子，在重庆有一个农村呢、啊，那个蝗虫啊，蝗虫一条连着一条，啊、有接的有几十米长呐、啊，啊，有几千条的蝗虫连起来，它迁移一个地方，一条连着一条，就像一个绳子一样很长，所以蝗虫就吃松树叶那种蝗虫连着。啊、那电视的记者他叫奇闻奇观呢、啊、他就这样子，不他们也有语言，从一个跟一个跟好，就这样子啊，说他们都是这样通的啊。你看天气要下雨了，这些动物比我们人还灵，天要下大雨，你今天早上上早殿的时候他就挥进来一大堆灰进来，你一看那个东西知道天要下大雨了，他就知道你们难受，天气很闷啊，他憋着难受，再往外飞，往外飞他肯定要死的，他出来差不多都死亡了，寿命到了，他就自然而然就会飞出来，他没到时间他不会飞出来的，这是一个征兆啊。所以说过去人呢、啊、过去这个人的器官比我们现在人的器官怎么样灵敏，我们现在都靠仪器，都靠仪器，天气一报就听啊，过去人就是验蚁啊，根据生活的经验，蚂蚁搬家啦，或者出现什么症状啊，云是什么个样子啊，那太阳什么样子啊，月亮什么样子。前几天我们看的月亮有一个圈圈很大啊，那些志光说哎月亮一个圈圈很大，我说过两天要下雨了。他有个症状，过去人看天象是这样，他没有天气预报怎么办呢、啊、他刮台风呢、啊、过去他比较这个自然呢、啊
跟人比较怎么样呢？所谓的和谐，现在我们都把它破坏到完了。怎么破坏到完呢？我看到哪个国家啊？填不是中国了，中国北方河北那边呢，填海，怎么填海呢？把前面的淤泥沙抽来填后面的，就是一直这个本来是水嘛，啊，我这里先填填填填就变陆地了，不是？它一直往填，它再抽，那么再抽过来一直填，整个把它填就变成陆地了。那海龙能不能高兴呢？等我这么大的地方，你怎么弄没了？我这个是我海龙王管的，现在变成这土地公管了，他们因为争地盘啊，是吧？就是说这自然规律你破坏到完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灾难才有这么多嘛。这些山神、地神、水神什么神，他们都不高兴，就折腾、作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所以说，这人呢、啊、跟自然呢就很不和谐。所以现在要提出来要和谐，和谐，和谐。说你这非法的开采呀、啊，东挖西挖，挖到完了，你肯定要有问题。老天爷惩罚你，不是因为我昨天提的山西是山西，啊，那煤矿透水，他盲报说是五人，报的是五人，底下现在还怀疑，昨天说44人，今天已经讲到57人了，他还怀疑说底下还有人，他5个包工头同时下去，5个班下去到底多少人，他没有统计好，死了很多人了。你想想啊，就是自然的一个破坏，自然破坏对人类的惩罚就是这样。就是你现在这个我们的器官也不灵。我外婆啊，我外婆呢，她这个器官怎么灵的呢？她只要摸一下呼吸，她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。她就现在应该是什么时辰？过去讲时辰，没有时钟啊。那时辰一看，她不会超过15分钟的，就这么准确。啊，人家通常问说，过去下雨天以前看太阳烧做饭嘛，太阳到这儿了可以做饭了。然后下雨天怎么办？不知道太阳什么时间，他就问我外婆说，现在应该什么时辰呢、啊？可不可以做饭呢、啊？然后他差不多可以了，现在应该是什么时辰了？他就这么准，这么准。据说过去人啊也没有计算器，有些老太太没有计算器，她也不会算，她用口算，她算得很快的。据说他们的那个头脑比我们现在的好用，现在的依赖那些仪器，慢慢的，你要算数也不会算，哎呀，也很快就出来，你脑子就转来干嘛？那脑子不用，它就生锈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这器官都不灵，啊，慢慢的呢，你就不知道这灾难要来的不懂的了。所以说，1904年哪年海啸？印度洋海啸的事情，那些动物啊，一些动物它跑，它跑得快，它就离开了，它没有遇到灾难，啊，有一些家养的呢，它就比较笨一点，它就跑不了；有一些呢，野生的动物呢，它就比较聪明，它就知道说灾难要来了。甚至乡下一些，这常常会有这方面的报道，杂志啊、报纸上都有报道。哎，女孩子发现她有这么一征兆，感觉说要发生什么灾难，她会甚至会告诉大人。那其他各国的一些人不是在海边玩了，哇，外面很奇观呐、啊，那海浪怎么那么高，在那看着照相啊，照完了，跑到跑来不及了，远处的人再把他给照进去，他自己给一个浪就扑走了。就是我们现在器官不灵了，所以这修行你修到一定的程度，你要。过去古人他的器官都这么灵，所以说你修行修到一定程度，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灵敏，他就会灵敏度。所以你瞧，我修行人的器官跟一个世俗人沉醉在武艺当中的这个器官就不同。就我们通过这样理解，就能够更加相信说所谓的神通，它就有可能有一些后天修的，有的报德。好德的也有，有小孩子他有一些通啊，当然大长大了以后他这个通就没有了，报德的就失去了，因为受到世间的一些污染烦恼起来了就没了。就在天耳呢，他能够普闻一切，就是一些音声呢，小字
最细的粗的当然能够听见呢，细的我们刚才讲的蚂蚁乃至鱼类的一些声音都能够听得见，天耳，这是功德所成。第八呢是他心悉知愿，就是第八愿，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智，下智就知道，不是知一个人两个人的啊，知百千亿，百千亿那有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。所以金刚经里面怎么讲呢？上千大千众生的心念佛呢悉知悉见啊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能知道啊。比如说做好事啊，打普陀啊，不念书文啊，有人说不念书文的不知道啊，念书文其实是念给那个斋主听的，不是念给佛听，佛长不知道呢，还念给他，他能知道啊，完全是念给斋主听。那斋主一般是听不懂啊，他只听那个名字，他说我那名字念到了，他就觉得很踏实。我说这容易啊，要不然我就坐在那里念半个钟头，一直念你的名字不好吗？这样他又不干，他只是跪在那儿，唯独给他念那一遍名字，他就觉得好了，这个补我打成了，心里踏实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说这个呢，他心智的功德，你得到那样的一个果报，他自然就能够知道啊。讲经说，又名他心智，乃知他人心念之智。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，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，心中所想所念都知道啊。如明镜现妄相故，非常清楚，明镜的照镜子照过去，所以一切的万物都照到了。那众生的所有起心动念都照到了，就是说刚才不知道什么响了，有人可能怀疑说手机响了，这个人谁手机又响起来，是不是？这是起心动念啊，那么作为一个圣者都能知道。下智，下面说下智到底下到什么程度呢？下智有两种说法，有言就此通力之下，也就是说最低限下智，最低限能够知道这样。那么更善者那就更大更远，那功德就更大了。有言有两种，下者指众生心念，所谓善智，指的诸佛菩萨的心；下者也就指众生的心念，还是知道诸佛菩萨的心念。有两种说法，也是最低限能够，应该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最低限能够了解这样。如果更远，他就了解更多了。这是他心。再来第九个是神足无碍。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以一念情下智，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的不起真觉。一念只是一念情呢、啊，百千万亿，我们说到这里往生的十万亿国土，那这里说更远了，更远，一念情他就能够呢超过。在本处不离本处而能够感应十方世界之间，所以说其实佛接引我们弥陀不用跑到处跑，有人说很难呐、啊，观音菩萨到处跑来得及来不及啊，他用跑吗？月亮在空中有水的地方都会隐现出月亮的影子，月亮有没有到水里面来呢？根本就不用啊，就这么一个道理，就感应道教道理就是这样。诸佛不离本处，随众生心念它自然显现。有两种的道理，一个是佛的随众生的心念它能够现这种相，一个呢众生本心具足的佛性显现，但是跟诸方诸佛相通就能够显现出来。所谓神足无碍，又名神足智通，又名如意通。如意通它功德是如何呢？一个是能道，能转变圣如意这三种，所以圣如意佛才有，一般人没有。如意说你想去哪里想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。那先说能道，飞行无碍，它能到什么程度？飞行无碍自在啊，
它不要受任何东西所阻挠。飞机它能够飞呀，要有导航啊，搞不好它就是不知道飞到哪里去，方向是错了，什么都不行了。据说航海的比航空的还要困难，航海的道理比航空的道理还要深。也就是说，海上更容易呢错失方向，是这样的道理。然后对我们完全不了解，我常常看那个火车进站的时候，我说那么多交叉在那里，我说怎么搞错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一搞错就不是开远了吗？他就能知道往哪里走，哪里走，哪里走。他有指示灯，我说那指示差很快啊，烧一下就过去了，怎么办呢？错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开汽车常常也会开错路啊，开过站啊，高速公路一不小心，那意思我去杭州坐人家的车，一下开到宁波去了。他宁波的正好有一个，去宁波是直走，杭州是拐到桥下，有一个地方拐到桥下，一下子拐过去了。他没看，人家那是下大雨下雨，哎呀，他直走，这样子。开来开去怎么到宁波了呢？请问你看汽车都会开出跟火车啊，那么汽车容易开错更花火车是吧？然后航海过一机有时候也会怎么样，他有时候这个指挥地面指挥也会呢错乱啊，他那个东西有一定航线，他就不能乱飞。我说空中嘛，那么宽，随便飞呗，也不行的，是不是叫？海那么宽也不行的，轮船有时候也撞。我说海那么宽，你稍微错一下子，怎么会串呢？汽车会串，它就一条路；火车先串，那说得过去呀、啊。飞机也串啦，轮船也会串，它有一定的航线。那么这个神通，你不会谁跟谁相串的、啊。那你还成什么神通吗？对不对？你会我会两个串掉下来了，那就不成神通吗？所以说飞行外转移令近，转移令近，远的可以移近，不到而已，把那个地方你想去那个地方移过来，我想去少林寺把少林寺移过来了，你多好，不用跑那大老远，是不是？此末彼出，此或者此末彼出的所谓神足，这个地方没了，他把那个地方出现了，一念能到，时间很短，他就能到，啊，一念经而已，不要很久。转变，这神足通，所谓他如意嘛，大能变小，小能变大，做魔术都可以这样，更何况就是神通呢？互转，一念起只是极短处而已，就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如是的具足大长远的功德。第十，设我的我国中天人，若其想念汤寂生者，不是真觉，就是执着这个身体呀、啊。凡夫众生，我执我见贪嗔痴，种种烦恼的具足啊，见惑思惑都没断，那自然而然就会贪足我这个身体。我的身体应该如何啊？我如何来保养啊？种种都有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讲义。凡夫修行，多堕身见，多身见，我要这样调，我要那样调。这是五力使之一，就是身见汤浊啊，这样啊，意为见惑之首，就见惑思惑就种种见解，种种见解都是从身边邪见借着身摆在前面，汤浊这个身而起种种执着。因汤寂我生而汤浊嫉妒，则因为我身的缘因缘而引起种种嫉妒，所谓嫉妒是种种计较啊，分别自身妄执，即爱嗔为顺，自身起妄执，执身有个实在的我，然后呢有爱嗔呢，有喜欢有不喜欢，有这个人给我好，这个人不我好，对我身体好不好有什么影响啊，就起为顺的这种心，这样呢就是叫做我执，这个
这个执着啊，人们的执着，思想的执着会导致身体的不同的情形。你比如说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如果没有人告诉他得癌症，你只是得小病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，他精神呢很开放，他就会很安详，会多活一些时间。通常说判死刑的人呢，不告诉他的，医生判死刑，说你回去准备吧，后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死了。为什么？完了，我这个身体完了，他就执着这样，整个导致精神的崩溃，因为执着生的缘故。大家有一个成语叫做杯弓什么？杯弓蛇影，不是，杯弓蛇影就是因为精神而导致身体的怎么样生病。那是在《晋书》嘛，叫做《热管状》里面嘛。热广有一天呢，热管有一天请客吃饭呢，这个客人到哪里家不是到了，过去不知道什么饮料啊，红牛还是什么东西，倒了一杯茶或者酒啊，墙上挂了个什么东西。弓，那个弓不是弯形的嘛？那个弓的影子倒在杯里去，然后他总结的说：“我喝了这一杯酒或者这一杯茶呢，把蛇给吞进去了。喝完了，里面这个影子没了，影子没了，他就怀疑说是不是我吞了蛇了呢？回来就得病了。这精神的作用导致了身体的执着。”啊，你看很多医生呢、啊，很多医生呢很讲究这个身体，冬季要吃什么，春天要吃什么，因为人是一个生物钟嘛，人会随着季节的转变和转变呢、啊，然后他就告诉说，春天要吃什么比较好，春天不能吃什么什么，是吧？啊，吃萝卜啦，什么吃辣椒啦，辣椒好吃吧？好不好吃？这几天辣椒好不好吃？吃的大便拉不出来，啊，辣椒呢吃的会散火了，会散火。然后你一直想着要散火，它肯定会散火的啊！我吃的辣椒了，辣椒会散火的。回去喝点水嘛，你没事的话，好吃就好啊。人常常跟我讲说，这个东西不能吃，那个东西不能吃。哎呀，我说人本来活了就没活多少天。想吃的东西又不能吃，然后不想吃呢硬要吃，我这活得多累啊，我想吃就吃呗，死的算了吗？这样会好一点，自在一点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一定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吃的恐怕会得病的，那个东西吃的会上火，大便拉不出来，那个吃的搞不好呢会结肠，那个吃的呢胃溃疡，你整天想这个事情，哎，我胃有点不舒服嘞，然后就开始了。哎呀，这个肠可能有点问题，这两天没拉大便了，这问题就出来了。那一天到晚在那想，左思右想，完了，你不病才怪啊！你看见没？这个杯弓蛇影就有这样的事情出现，它因为完全精神的作用。但是你不要恶作剧了，恶作剧也不好。哎呀，一切都无所谓的，乱吃乱吃，是不是？那也不行。他电视上一个人专门吃土的嘞，很特别的，他土吃的很像很像。他土有一种那黄土，但里面有点白色的那种土，他很喜欢吃，他一点吃都不难受，对着消化系统也不影响。科学就是去测验，就人的肠胃跟别人是不是一样呢？有这样的人，大千世界当然无奇不有了。高压电人家不怕的人也有啊，跟鸟一样的绝缘呢、啊。主要有这样的人吧，主要不奇怪，世界什么人都有。但是每个人器官不同了、啊，器官不同那也是正常的，嗯啊，然后这个告诉我们说，你太过执着，太过执着呢，也是很麻烦，对不对？这夏天快到了，我要如何保护这个身体啊？顺其自然呗，对不对？该吹风扇吹风扇，该开空调开空调，空调这个东西刺骨，到时间呢，这个寒气如果出不来，怎么办呢、啊？然后你这整天就从我们那天吹的空调，搞不好这寒气进去了。出不来，
然后你就生病了，你回去就生病，觉得寒气很重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前几天在杂志上看啊，那现在人说，也是说误导了，说美容打一种什么胶状体的，就是有点像胶水那种的一个东西呢，可以怎么样呢？它是不用开刀呢，就可以隆身、隆胸啊、隆鼻啊，它打进去，你这鼻梁自然拱起来了，啊，那女同志她喜欢的隆胸嘛，她就这样自然就拱起来了。那去打呀、啊，去打，好了，打了怎么样呢？浑身结成硬块，疼痛不堪呐、啊，那就是叫裂开那种疼痛。怎么办呢？找医生去把它取出来，那东西它打进去容易，取出来就很难呐、啊。它不是说人家针筒一取就取，它已经扩散了，随着血液会循环，到处给你结，浑身结一块一块。疼痛不堪，然后医生也有少数的，也有给他动手术取出来，挤出来像什么呢？就像松树的油一样，挤出来松树有时候你破个口啊，它会流出那种汁，不是？啊，就变成那个东西出来了。你就隆那干嘛呢？是不是弄个假套套套上呗？弄个牙呗，对不对？那人的爱美女就都很痛苦，一生的痛苦啊，对不对？我肯定跟他讲过，一个人长得太矮嘛，他都可以接这个腿可以接的，他把锯掉接一截，塑料的东西接一截，我说那有用那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牙你全部敲掉，补的新牙，牙不整齐的人全部敲掉，然后做那个什么不锈钢牙，对吧？那补的东西不是天生的，你原来妈妈给你什么样子，那是原装，是不是？你组装的东西就会坏的，是不是？你买扫地最好是买行货，不要买水货，买水货弄几天它就不好用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有这样子，你身体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对吧？不要去执着这个事情为产生误导。我们出家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，不要让人家去自身修行所得的庄严呢，那是功德所成。啊，现在我们的过去是所造的业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好好这么借这个身体受用修行就好，就对了。啊，千万不能做这个误导的事情。那出家人也有去。怎么呢？隆鼻呀、啊，吃那个什么，他不会不长高的人吃什么增高的什么东西吃？增多长多高，这都是业障定好的，是吧？你即使吃着搞不好，你就副作用了，搞不好那更矮下去了，萎缩了，你个麻烦了，是吧？多高就多高呗，矮就矮，有什么关系？照样可以修行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你人矮嘛，道不矮嘛，对不对？或者人平道不平啊，反正你人矮道不矮，身体长得难看，但是六祖怎么讲？人有南北啊，佛性是一样的，其实修行这方面是完全相同，所以我们不要去执着这样。如果一个人太过执着，他就会带来诸多的痛苦。往生论里面说，远离我心，我心就是执着这种心，贪着自身，要远离贪着自身，远离。第二个呢，远离无安众生心，你说你一定要安众生心，莫恼一切诸有情嘛。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不要只一切的为我转，供养于我，恭敬于我，讲为我独尊，这样的心要远离。此三种法远离障菩提心印之，也就是说贪着自身啊，不安众生心，然后呢希望恭敬自身，这三种心起来就会远离菩提心。菩提心是要什么呢？不要执着于我，贪着于我。而我们现在没断我执，说一下子说没有我执我见，那是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吃都给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吃辣椒，你行给别人好了，啊，
那些最烂吃的那烂菜给我？是不可能。比如说我们有我见啊，总想吃点好的，对不对？补身体啊。啊，那就我们要不要不要去太过执着了？啊，那红枣、桂圆饭下去煮饭，吃的会上火，那叫温而不散火，它是吃属于是温性的，而不是寒性。换一点下去补补血也好嘛，你缺血不是？温性要，出家人都胃偏寒多，因为我们吃这都吃菜，胃偏寒，稍微吃一点，换几粒也没问题啊。但是不能吃，这个吃的会上火的，不行的。吃几粒上哪能火那么大？都有火的话，那菜放你锅里也是火烧的，也有火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吧？你都要开水也是火烧的，也会上火。不要这样执着，那换几粒也没什么关系。弄的那烧饭人痛苦不堪呢，怎么弄呢？嗯，那个红枣叫老人院的居士去怎么去捡那个糊，啊，里面那个糊糊啊，把它捡出来，掰呀掰呀捡。我说居士，我说你们干嘛？哎呀，他说这是你们那边大寮拿过来叫我们掰呀，他掰好几次，我们好几天呢。我说这干嘛？他说居士说没办法，他说师傅叫我们掰，我们得掰呀。我说你这个白菜都痛苦不痛苦？你这多搞了多少天，我们再吃一次啊？哎呀，他不是掰一次，掰很多次了。哎，我你接着掰。他说那有什么办法？师傅叫我们弄啊，拿个剪刀剪，剪完了那肉一块一块撕下来弄。是这么吃的，诸位，我们是这么吃的，居士很痛苦做出来的。当然，他们一边掰也一边念佛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干嘛叫我掰啊？南无阿弥陀佛。然后掰完了，然后我们吃的还觉得最上火的东西，我们可不吃。你做包子吃，大家也没上多少火，大家拉不出来，你们有吗？你说这都是跟贪着呢有一定的关系，而换一点也没关系啊。而有的不小心饭下去煮了，有人就会去骂烧饭的人，你那个这东西怎么做出来？妙音师尊在那里。我是煮饭煮的好臭。哎，我都弄得这个样子，不知道是谁了，好像有这样的事情，我是听说而已，真的。哎呀，我说怎么会这样？吃点饭嘛，如果托钵乞食，人家给你还不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好命的嘞，中国佛教不要托钵乞食，不要托钵乞食，人家煮什么你吃什么喽。啊，多宝寺也是托钵的嘞，他是说把饭菜放在那里好了，然后排着队，他在拿钵，然后他打给你。打多少你就拿回去，怎么样？人家等一下没了，也没退，也没不能退，再要也没有，你就要多少，你跟打完了回去。然后我看我们将来也是这样排成队，拿着拨，啊，二话没说，你要多少就要多少，对不对？不要挑拣，啊，我将来要实行这种措施才好玩。好了，不要贪着，好，我们看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若暂此心，不得往生诸大德。所以这发菩提心很重要，这远离的三种心，贪着，这个记住执着生态，当然不执，完全不执着也不可能了、啊。不要太重，太重会导致种种呢困扰伤害，这个菩提心的升起啊，所以呢，搞不好就不得往生。好，我们看这。愿以此功德庄严。